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明。就在今天6月18号，海伦的双生造型花招如约来到了传说对决。那么大家应该看到这个美术图就可以发现，这个造型怎么跟海伦形象差的有一点多？没错啊，我感觉现在官方已经没有在管这个双生造型的形象有没有跟传说原来的角色会有太大的差异。那么之前的例子就是洛克跟克莱斯的百箱守梦嘛。不过像我自己在拍造型公道博，我也感受得到，其实只要造型长得够帅够好看，形象差异过大，我觉得好像也不是问题，大家一样会买单。那么这一次海伦的双生呢，有两种获取方式，第一种是首周840直购，或是累积4000点的消费就会直接送。那么名主播刚好想要抽这个貂蝉的女团啊，所以我们就来凑个4000点，顺便给各位分享一下我这次女团总共抽了多少点券。因为之前貂蝉这英雄真的不太强势嘛，所以就一直没有抽。那么现在貂蝉改版成为一个强势的踢脚，那这个造型我是必须要入手的。那最后我们总共是抽了大约6000多点，将近7000点，拿到了这个貂蝉的女团造型。所以也是庆幸我自己当初女团一出来的时候还没有抽，这一次才可以用累积消费直接把海伦的这个造型给兑换出来。那也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海伦对应到隔壁棚的英雄就是蔡文姬。那你们呢，比较喜欢隔壁棚蔡文姬的形象，还是传说对决海伦的形象呢？我个人是觉得海伦这英雄真的超可爱超顶，但也不是说蔡文姬不可爱啦，就是感觉跟海伦比还是差了一点。那么究竟花招如约这个造型值不值首周840的价格，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造型公道博。OK， 进到了游戏，马上来看一下蔡文姬的外观。这个造型应该是蔡文姬坐在一个篮子里面，一个花篮，然后旁边会有蝴蝶纷飞着。我觉得游戏内的模组长得是比美术图还要好看。在当初我单看海伦的这个美术图的时候，真的不会觉得它是一个价值1200的造型。那么游戏内的模组有比美术图好一点啦，但我觉得依我个人的审美啊，这一次的1200造型在外形还有美术方面并没有一个让我惊艳的感觉哦。那么这个花招如月的造型在隔壁棚其实是差不多两年前出的一个造型，所以呢也不太新。美术图我看起来跟王者现在新推出的一些造型还是有一点差距。那么看完外观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蔡文姬造型的特效。这次特效主体是一个桃粉色，是所有海伦造型里面的一个新配色哦。我自己觉得这桃粉色是蛮好看的，但是单单就只是颜色上比较好看，在特效方面呢，好像没有那种1200造型的惊艳感。不知道啊，你各位看到这个1000的特效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就觉得大概710的造型呢，也能做出这样的水平。然后再来是这个造型的回程，有蛮多的动画还有音效。但是呢，看起来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粗糙感。我觉得海伦这个花招如约跟菲尼克之前的那个飞鸢，就是清明节出的那个风筝造型，就是有一种老造型的粗糙感。那我是不太清楚啊，蔡文姬跟李元芳呢，在王者有没有更棒的造型？为什么传说对决要挑这些比较老一辈的造型，然后拿来传说当双生，不挑新一点的呢？有没有比较了解王者造型的观众，可以在底下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蔡文姬跟李元芳在王者有没有更棒的造型。那因为是辅助角海伦嘛，所以这个造型其实也没有什么手感上面的问题，因为海伦这英雄本身就不吃手感，是一个操作很简单的英雄，所以手感的部分我们今天就不讨论了。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就是原本这礼拜一到礼拜三呢，我跟我朋友已经计划好我们要去台中旅游，所以呢，主播现在呢人不在台北，反而是在台中。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呢，在我出来玩的时候，竟然海伦双生造型这么不巧的直接推出了，而且呢还不止海伦这个造型，明天竟然连纳克罗斯的造型也要推出了，真的是让我出来玩的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玩。没办法，因为主播我呢真的非常希望我每一集的造型公道博都可以在第一时刻为大家带来这个造型的分析，所以呢我现在也只能留在饭店的房间录音啊，各位，所以还希望你们可以多多的帮我把这部影片点赞，而且分享给你想要买这个造型的朋友。那么我们再回到游戏来细看一下这个造型的特效方面。首先呢，这个海伦的二技能是丢出一束花往前，然后一技能的特效是桃粉色。那么跟其他海伦的造型比较不一样的是，这个造型的大招是有变色的，就是其他的海伦造型可以看到一二技能的颜色通常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一次花招如约它的大绝是一个绿色的特效，
然后一技能是桃粉色的特效，所以是可以让队友清楚的知道你现在是放大招啊，还是放一技能，算是这个1200造型比较与众不同的地方啊。但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单纯的变色也是没有达到我1200造型心里期待的那个样子。感觉这个造型整体在特效的颜色上面是搭配的蛮好，但是特效的细节好像就没有做出太大的变化。所以海伦的花招如约虽然在首周有840的特价，但我整体针对它的美术图、游戏建模还有特效，我觉得是不太值得的。感觉海伦的 S Dreamer 造型是我目前看下来还是比较喜欢的。那刚刚我前面不是说我现在人在台中吗？不知道各位台中有没有比较推荐什么餐厅？可以呢，在底下留言给我，主播马上明天就去吃。因为之前来台中的时候，都听大家说要吃乌马，或是茶六，或是老井，这三间烧肉店呢，我感觉就是推荐的人都很多。但是常常推荐给我茶六的人就会说不要去吃乌马，然后推荐给我乌马的人就说不要去吃茶六。但是我也只吃过一次茶六，所以呢，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两间的爱好者呢，都觉得另外一间这么的不值得。因为主播我是土生土长的北部人嘛，所以真的蛮少机会可以下到台中啊，或是南部之类的。所以其实每次来我都觉得，台中啊，或是高雄啊这些地方都还蛮好玩的。但是每次到台中，然后找一些台中的朋友，他们就会跟我说，台中没什么好玩的。是所有的台中人都觉得台中很无聊吗？是不是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在的城市可能都已经玩过了，所以特别无聊？因为我跟我朋友出门啊，我们都是完全没有计划行程，就是想去哪就去哪。所以这边也shout out一下台中人，有没有什么台中还不错玩或是不错逛的地方可以推荐给我？毕竟这次出来啊，主要我还是想要放松啊，度假。但就真的没想到这么刚好两个造型都在我出来玩的时候推出，让我觉得这次出来玩有点小可惜，没有办法非常的放松，然后完全把这个影片的事情抛下，没有办法，我的职业病。你们也知道，你们看了主播我这么久的影片，每一次的造型公道博都是赶在24个小时内，甚至12个小时内就一定会把影片推出来。所以呢，要是这个系列我漏掉任何一个造型，或是哪个造型没有拍到的话，我真的都会良心不安的、啊，我是连出来玩都会玩不下去的那种。好了，那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纳克罗斯的那个群星魔术师快要出了，所以呢，不如我们把钱省起来。这个海伦造型呢，我们先 pass。虽然纳克的新造型感觉起来好像是10000保底，但是如果你们真的想要抽那个造型的话，海伦的新造型真的要先跳过，存一点钱起来，为了纳克的群星魔术。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造型公道博，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啦，拜拜。